位在马庙桥边仔的桂林区市南十分的这防排水工程，主要的河道整治甲支流的改善工程，一期、三期陆续来完工。市长温天祥过来到场做着视察，尤其是讲最近这几天将有方面来报道，市长就希望工程会当发挥着应该有的作用。这个分洪的系统事实上，在于对于原先的疏洪道跟我们现在要排入盐水溪的部分，依照地势的高低来做处理，在新丰区，在仁德的地方，在归仁的地方，常常都容易一雨成灾。那凡是大旱之后，很可能都有大涝，因此呢，就从明天的上的这个雨量，可能上修到300公里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，甚至暴雨哦。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挺进这一关，能够挺过这一关啊，也能够让我们之前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的这个分洪系统能够产生效用。你主持叫的干部时阵表示讲，为了减轻着下游三亚溪的这个流域的饮水问题，这个工程除了是河道整治之外，佫连带兴建着地防堤、甲这污水下水道、甲分洪设施。1905年就开始做规划，进行着三期的工程，总经费14亿元。地区的积淹水好，那把这个水往右去分洪，那这整个集水区呢，大概有115公顷之多哈，是蛮大的。那这边呢，经过我们大家的研讨，这个分洪，这个雨水相含整个大概是从沿线从开始，大概这个一点，这个在1公里左右，大概包含的这个下游段164，整个大概是1.2公里。李启六委员表示说，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合作之下，三期工程如期如期来完成，希望会当改善新丰区、甲林德区、甲桂林区等着这青光河淹水的问题。这几天方面要来，拄好是上好的考验时机。李启六嘛强调讲，抗旱甲防洪要同时兼顾。河大雾来临时阵，是政府平常时啊努力成果验收的时阵，嘛期待咱市的各区会当有充足的实力来应应着顺其的考验。南天新闻台以下桂林采访报道。